没错，那接下来我们要揭晓的是年度组合，让我们恭喜年度组合 SNH48。 有请。我们欢迎妹子们的代表来到这个舞台。自从获得第21届东方风云榜的东方新人奖以来，充满青春活力和梦想力量的大型女子偶像团体 SH48 不断进步，已经连续第5年来到风云榜的舞台了。那么在2017年，他们有更多的单曲登上了东方风云榜，越来越成熟的原创演绎力也获得了歌迷们的认可。今天他们在这个舞台上，其实也是希望现场的朋友们一起见证他们5年来的成长。作为一个洋溢青春与梦想的这个少女组合啊，不知道哪位能作为一个代表和我们来分享一下现在的感受吗？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SNH48。谢谢，首先要谢谢东方风云榜，谢谢东方卫视，还有谢谢动感101给我们的这份认可。今后呢 SNH48 也会更加的努力，给大家带来更多好的作品。然后在这里呢，想要就是打一个小小的广告，就是4月7号我们会举办我们的首届偶像运动会，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一下，谢谢。好的，谢谢，我们一定会都到现场去为你们捧场 的加油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也请稍作休息。是，谢谢。